既然你都求我了，我不会不给你面子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我在真人的一天，你就不能加入。你这是为什么？虽然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，不过我也不想花费什么精力去跟人家争什么一姐，不行吗？不行算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还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家简直关了以前那间破公司，现在无所事事，我想让他也加入真人。大脚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，天哥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到底是什么秀啊，让我敬爱的经纪人这么着急？没错，我是李耀福的经纪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给你找的绝对撑得起你，够级别的秀。快点吧，都等你们呢。你就是带我来见他的是吗？要来不及了。走吧。快来不及了。我身高180，之前也走过一些秀，所以这一次特别想跟你们合作。是啊是啊，他条件很不错，跟这次秀的风格很吻合。导演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真人公司经纪人李真，模特也到了，这是李耀夫。久仰，你好。导演你好。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知道你们会来。没事儿，娇阳姐，我正好看看，一会儿就走。走什么走？除了你，那套衣服还有谁能穿？对了，李小姐，你的身高好像也不足1.78米吧？哎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麻烦你们两个白跑一趟。不过呢，李小姐，也没关系。这次只不过是两个环节而已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合作。李总经理，这是什么衣服？导演，穿上高跟鞋应该不差这么一点点吧？没办法了，精益求精嘛。导演，人家在当月。要不先试试衣服，再看看效果。没必要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哎，那谁，你去换衣服。哦，好。导演，导演。别板着脸，只有两个环节，不必遗憾。慢点啊！罗密欧走了，你赶上当经纪人了是吗？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当风尚的总经理啊？那你呢？还以为你找到了金饭碗，这正当替补的秀腻了。真的这么闲？别生气了，小心我伤到你自己。奥福，我们走吧。我先走了。走。你的脚怎么了？你把我当什么？新出道的模特，还是替补？你诚心让我丢脸是不是？还说自己是什么传奇集团董事长的孙子，这也是骗人的吧？原来就这点本事，我真是瞎了眼。你说你是李总的侄子，既然我也会相信。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你也会觉得丢人啊？
那你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。你真人模特公司的模特是给别人当替补的吗？你还让我来宋娇阳当主秀的演出当替补，这笔账我会跟你算的。李真，你真应该好好教教这些模特的基本礼仪。这是传奇大厦，跑到这儿丢人现眼。很抱歉，我只是听说今天的秀有模特临时不能来，所以我才会这样子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厉总你好。是你通知他来的？难道薇薇那儿找不出多余的模特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只是顺便。这不关他的事，我们公司开业以来还没有接过一笔业务，交上他只是看不下去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经营企业的，做生意没那么容易。我觉得你还是做模特轻松点，再说你条件也不错。谢谢夸奖，可能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。不过现在公司真的是很困难，如果叔叔这里有些忙不过来的业务，请分一些给我。不说，我让你很没面子是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替你觉得不值。要是换了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无法打败大象的时候，别在他面前胡闹，会被踩死的。他刚才那个样子，明明就是在侮辱你啊！就让他去吧。你还有事吗？你生我气了？对不起吗？为什么没告诉我他也会来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是奥夫得罪你，干嘛拿我出气？你没事吧？你连这个还顾问？我不懂，你为什么不去李真的公司？传奇的老板不是他叔叔？你又知道什么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创意还不错，不过偷窥这概念是不是太露骨了？现在各种艳照门层出不穷，有很好的话题性。是啊，这种话题在年轻人的圈子里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。你觉得呢？创意大胆啊，非常符合沙朗这个品牌潮流的气质。嗯，好吧，你们加紧制作和宣传，尽快的把广告推到各地电视台。我们要求身高是1.75米以上的，啊，我看你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咦，凤姐附体呀！能听见的。我怎么知道您在泡妞呢？我哪在泡妞啊？我这在工作。姜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天天都是靠着江姐一个人到处给我们找工作做，像江老师您这样混饭吃，我们早晚都得跟着饿死。你知道什么呀，小屁孩，往里头去。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我们现在租金都是江姐垫的。怎么样，今天有人联系吗？
一天到晚电话连响都没响过。是啊，最近市场都不好，没活。你好，真是摩托经纪公司？罗尔特啊？有啊。多少钱？100块钱。100块钱你找不？喂。嗯，有需要什么帮忙吗？你好，我是开网店的，我们想找几个模特来展示一下我们的商品，但是我们这个预算不是太多，你看能不能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一会儿跟你联络。好，谢谢。不会吧，李真，这种业务？我最近学到一句话 ，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earned。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苍蝇再小也是肉，这样总比大家闲在办公室里强吧？那这个费用有模特愿意接吗？你不是说你认识一批在校的学生模特吗？哦，嫩模。嗯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好了。来，各部门准备了啊！来，5、4、3、2、1 ，Action！ 在 T 台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模特儿，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拥有着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的普通人。所以，时尚跟生活有的时候是两回事。但我们必须感谢时尚，为我们繁琐纷扰的生活带来一抹绚烂的色彩。这里是骄阳为大家带来的邂逅时尚生活。我们下周见。好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觉很不错，你很有做主持人的天分啊。你这样跨界通吃，对其他主持人很有压力啊。人总是有野心的嘛，也许我还有其他的潜质呢。哦，谢谢导演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呀。3号机器。
你镜头怎么咬的？刚才赵雨天，很巧啊。你不会是专门在这儿等我的吧？你最近好像很闲啊，整天泡在健身房。直接说重点吧。我在筹备崔永芳的秀，你做主秀，怎么样？崔永芳？没错，国内数一数二的设计师，这次是他的十年回顾展，机会不错吧？搭档是宋骄阳，怎么样？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我参加的秀要用风尚的模特。你怎么还是这么？那好吧，广森可以跟你一起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其他的就算了。那样的话，我也算了。你另请高明吧。罗密欧给他下了什么该死的魔咒？安姐，嗯，我刚才那边晒日光浴，觉得还挺不错的。你看多云呢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我这个年纪啊，要是再追求什么小麦色，可就真应了那句成语了。什么成语啊？人老珠黄呗。哎呦，要等到安姐你老的时候，不还得再等个七八十年？嘴这么甜，有什么企图啊？电视台的舞蹈对我做的那期样片特别满意，我想，也许我真可以在主持上开辟我的第二事业呢，安姐。你帮我多争取一下吧。你怎么不把这次的机会也让给李耀福啊？我听说你可是非常热心呢。人家刚努力一次，你又这么泼冷水。你跟赵雨天那个家伙一样。干嘛把我跟他扯在一起啊？你们俩一样笨呢。怎么，你最近还跟李真泡在一块儿？我可是听说连他办公室的租金都是你在掏，还有人在传你是李真的间谍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间谍这件事情，我跟安姐相比还差得远了吧？什么意思？沙朗的广告不是你拿去跟乐瑶交换李真工厂的资料吗？我只是执行命令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难道李总让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做吗？李真之前有得罪过你吗？你不会觉得这样对不起我吗？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在李真成功之前，只要是我能够帮到他的，我都一定会去做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以你的个性，怎么会忍到现在才说呢？如果我要是赵雨天的话，早都已经掀翻桌子了。其实我心里也很想这么做，但毕竟我不是他。骄阳，你成熟了。什么？不能播？是。现在管理部门正在严查电视节目的低俗化，这则广告里所涉及的偷窥内容会被认为有不良暗示。我不是早就说过要把握好分寸吗？赶紧重拍吧，时间很紧，不要影响新产品上市啊。是。等等，模特也换人，尽量找一个形象单纯正面的。好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们也没办法。喂，我们瑶瑶为了这个广告，连最宝贝的头发都剪了，你却告诉我不能播出。如果不是这个广告能在大电视台播出，我的宝贝女儿乐瑶干嘛要拍啊？请你理智一点，拍摄酬劳你们已经拿到了，至于能不能播出，不是我们说了算的。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？我们家乐瑶为了这个广告付出那么多努力，你知道吗？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，既然你们做出了选择，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。乐瑶，你精神状态不太好，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别想太多了，这种事儿其实很正常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报应。你这人呢，是不是公司开不下去？
去了，跑路了。哦，福姐，你再喝杯茶吧，李总晚上之前肯定会回来的。简直人呢？潘店长破照片，他去干嘛？嗯，简总监他去服装学院挑新人去了。新人，旧人他都还没拐好呢。明华，哎，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给淘宝掌柜的商品目录拍完了。我当初加入真人的时候，可没听说真人还接这种不入流的活动。如果传出去，你把我的脸往哪搁？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业务领域，电子商务前景不可小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在这里听你说一些见不着摸不到的事情。从明天起，给我配一辆车，不用太高级，10万左右的也可以接受，再配一个司机兼助理。可是，其他人都没有配司机跟助理啊。就是的，我还没有呢。晚上我们去吃越南菜吧。你们两个继续秀恩爱吧。我先走了。我说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。等等，明天的秀不要迟到。忘了告诉你了，明天的秀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明天可是主秀哎。那种刚出道的三流设计师的秀还用得着我出马吗？你把我当什么？刚出道的新人。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过了，而且对方的酬劳也不少。答应了就一定要去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出尔反尔呢？你知不知道简直导演费了多大力气才帮你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啊？都是因为我有这个窝囊的老板，我李奥福不至于接一个秀都那么难。遇到问题的时候拜托你自身找找原因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动不动就迟到，永远在骂人。你出去问一问哪个导演现在敢用你。宋娇雅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你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求我的。对，没错，当初我是求过你，但那是给你自己机会。现在我到真人当模特又怎么样？不能为公司效力的模特临沂靠边站。你以为你现在离开真人，外面会有人排队找你吗？我拜托你醒一醒吧。你，哦，你又来这套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可能像李真那么容忍你的。宋娇雅，你给我记住，李真，明天你别希望我到场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你没错，这样才像宋江阳。不过那天他打我的时候，你可以忍住装没看到。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继续忍下去呢？我就是看不惯他在你面前嚣张的样子。谢谢你，只花一秒钟就帮我出了一口恶气。不过现在我不得不花一个通宵的时间找另外一个人代替他。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。哎，老婆回来正好，马上就开饭了啊。来啦，老婆坐呀。我是不是老的卖不掉了？哪有，我老婆还是很火的嘛。明天你不要演出吗？来坐。你说那个学生毕业秀啊？哎呀，规模是小了一点，但是群众的热情是杠杠的。钱不算太多，但总比没有强吧。难道这就是我李奥福人生最后的舞台吗？大丈夫尚且能伸能屈，更何况老婆你呢。来，就算你把嘴说破，我明天也是不会去的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饿了，快点盛饭。哎呀，不去就不去，咱不想去啊，谁也勉强不了。你这辈子也得吃顿饱饭吧，把那红烧肉递给我。对，只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，包括化妆。好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，这么晚了，再见。还不行吗？先吃口东西吧。
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？好熟悉的味道啊！记得上学的时候，我就算在江边捡到一块漂亮的石头，都可以高兴半天。李真，明天的演出就让他砸了吧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们为了一个机会，为了一场演出，做了那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忍受了那么多自己无法忍受的屈辱。你知道那天我看到李奥夫打你一耳光，我心里有多痛啊！比打在我自己脸上还难受。以后这种事恐怕会越来越多。难道只是因为这样子的挫折，你就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吗？不是放弃，是痛痛快快的去追求。现在这样真的累死了，每天都紧张的要命，担心别人又担心自己，计算这个又计算那个，处处都被利益牵着走。我真的害怕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扭曲到都不认识彼此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功利心，宋第一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超脱？是因为你已经得到别人追求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吗？一个专属模特的长约就让你满足吗？不是的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说没有起码的功利心，你会想着年年考第一吗？你会想着做一个独一无二的 SOS 品牌，让全世界证明你自己的价值？对我来说，功利心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它是失败时最好的安慰剂，困难时最好的兴奋剂，成功时最好的催化剂。真正的强者爱死他了，搞不定他就说他不好，这就是弱者的逻辑。李真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，证明自己就一定要打败别人，如果是对我们的梦想有利，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。任何事？对，任何事。喂 ，Sarah， 是李真。没关系，你肯定在忙，所以没有接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哦，现在？好，没问题，我马上过去。对不起，像你说的那样，让演出砸掉，我做不到。这种生活，也许不是你想要的，但确实我必须要面对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为了我，起码应该做到视而不见吧。喂，对，我马上过来。对，好，谢谢，等一下哈。为什么？啊？怎么这样呢？真该死！看来崔永芳的秀我们得放弃了。为什么？绝对不行！为了这场秀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风尚的坏名声早就传开了，工资开不出，房租付不起，模特没人要，崔永芳那个老狐狸怎么可能闻不到？下个月交完房租，公司账上就没钱了，是一拍两散还是怎样？你们俩看着办吧。风尚能不能翻身就看这次的秀了，赚多赚少倒无所谓，最主要的这是崔永芳的秀，一旦站在他的舞台上，我们就可以向所有人宣布，风尚没死，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好好的。我去见见崔老师。好。我的秀向来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明白，崔老师这次10周年的大秀，个个都挤破头想上，
如果您肯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。说实话，外面关于你们的闲话很多，所以我更要拜托您，如果能接下崔老师您的秀，外面的谣言自然不攻自破。罗密欧这家伙架子大，心眼多，做事情呢太计较利益，不大气，所以我对你们公司一直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。合不合作对于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影响，不过呢，他看人的眼光我倒是蛮欣赏的。不用担心，不管是哪家公司做亚洲的位置，我只留给你。其他人能不能也给他们一个上台的机会呢？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别人的瓶子只装着自己，你怎么净装着别人？道义这两个字儿早傲了，江湖上不流行这个词儿了。你是时尚潮人，应该从内应到外才对呀，怎么脑子里的旧程序还没有更新呀？明白吗，孩子？要不要喝茶？我有很多粉丝送给我的茶叶。又不在，咱们胜算已经有一半了，可是剩下来的一半就得看传奇那边了。听说微软对这一次崔永芳的秀可是虎视眈眈。是吗？幸亏我们有卧底。哎，骄阳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啊，什么？微软的动作呀。传奇那边有没有竞标的打算？他们的方案是什么？你觉得维安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他会糊涂到随随便便跟骄阳放出这种商业机密吗？就算他们传出来这一点消息，最多也是故意传出来的风，让我们中招的。哦，那骄阳一点消息都打探不出来啊？哎，要不就那一点点。走吧，还有点忙呢，中饭只能在车上解决了。明华，来，把这个资料打印一下。嗯，好的。Amy， 你越来越细心了，谢谢。囧死了，我都忘记了，是一个小男孩送来的，说是给你的，也没留下名字。哇，蛋糕就一份啊！人帅就是好啊，还有粉丝送蛋糕，我自己吃盒饭吧。Amy， 我们出去吃饭。崔老师啊。我们会把会场设在艺术学校里，主题会以大自然为中心背景，比如说芦苇。停，这些都大同小异了。这次的秀我更注重的是人的部分，合适的模特会给我的作品带来不一样的光彩，你们明白吗？另外我也希望能选择一些合适的新鲜的面孔，新的感觉。那没问题呀，我们李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模特。当然，当然，李总也很优秀了。不过，崔老师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？对，赵雨天，你们认识吗？之所以这个案子给封上锁，就是因为他。结果呢，他人却跑了，薇薇安也没办法说服他。我不知道你们，那绝对没问题。怎么说，赵雨天也是我们李总的师兄，这个面子一定会给的，是吧，李总？
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赢吗？因为我的目标明确，根本没人跟你赌，赢了又怎么样？赢了就满足我一个条件吧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为崔永芳的秀来的吧？做师弟的，请师兄帮个忙不行吗？你一定要扯这个关系的话，我倒想清理门户。这个项目原本就是风尚，现在不是了，风尚已经快倒了。你的条件我全部接受，风尚的新人们都可以参加，怎么样？无耻这句英文怎么说啊？干这种抢人饭碗的事儿，你是第几次了？这次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你们，都是绝不可以放过的机会。如果你还是执意 say no， 我只能说你真的太蠢了。有了这次走秀，你可以继续稳坐你的首席男模地位，师弟师妹们又有能活干，以后我也可以靠做秀的企划生存下来。不必了，我没办法跟你这样的人合作，我希望这一点你能够记住。朱总，你先坐。好。喂，你现在过来。什么事？你来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还有事。这是关于真人的大事，来不来随便你。喂，喂，上次见过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再见到你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，可真是一种缘分哦。林小姐，每次见面都不一样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当初我真是把林小姐忘记，太不应该了，真是该死，该死啊！这个该死的李真，难道他真的不来？哎，林小姐在等人吗？我一会儿约了我的经纪人。正好你们可以谈一下合作的事情吗？合作的事情我们两个人谈就可以了，你说对吧？您说的对，不过有经纪人更专业一点嘛。李真，杜总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提过的真人公司的老板李真，这位是 Nude 公司的朱总。Nude 你知道吧？可是全国最大的泳装品牌。朱总你好，幸会。幸会，还是个帅哥啊！你们慢慢聊，我去下洗手间。你打算要闯什么祸？那沈秋，你说不去就不去，你知道我真的是很……行了行了。我看该好好反省的人是你吧，都是因为你这么没用，才害老娘连这种场合都要来。你既然知道这种场合，何必要来？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。我问你，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感情重要？你既然来了，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办了，不然我要你这个经纪人干嘛？李总要走啊。朱总，您先坐，等一下我们找一个安静地方喝两杯。请坐请坐。美女，帮我们开一瓶 Pink Label。朱总，
喂，把你男人领回家。去死吧。喝就别喝嘛，中看不中用。李真，李真，哇哇，喂，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当然是为了生意了，喝酒已经算体面的了，难道你要他像狗一样出去摇威气脸？他今天要是不出手，我很可能已经被人潜了。为了混口饭吃，搭进去这么多。容易吗？像你这种清高的人是不会理解的。大设计师，做女人的，有时候要理解男人的苦。家都不认得了，难怪看起来这么面熟。你乖乖躺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别走，对不起。你干嘛抢我的话说？朝阳，我有时候忘了，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刚刚毕业的任性女生了。我应该做个大女人，大女人就应该顾全大局。不能像以前一样总耍小孩子脾气，处处都要你让着我。骄阳，其实我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好。一直以来都是你为我付出，我是我最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，我表现得糟糕极了。不管是做女朋友、合作伙伴。还是，我们不要再生对方的气了，好吗？这么想跟另外一个家伙打勾勾吗？谁啊？我去找了赵雨天。